还有很多同事说我们的这个雨棚啊，它上面是怎么固定的，现在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雨棚是怎么固定的。我们的雨棚首先的话是通过那个膨胀螺丝打到地上，然后一个链条把它锁起来的，那个锁链的话是非常密的，接近和一个螺丝链长一个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所以说呢，里面我们这些链条保护的话，我们整个雨棚呢一般看七到八千安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们以后不要再顾虑我们做我们这个雨棚是好是坏产生的问题。